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火焰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方舟啊，小伙伴，我的小伙伴空气啊，非得让我打个豹子啊，我没有，他就让我拿一个，我就拿了啊。哎我去，说我这猴太厉害了。哎我的妈呀，行不行啊？哎我去，什么玩意儿？别给我这猴整死了。这不厉害这个。死吧你！完事儿啊！他死了。退出创造，我没退吗？我退了吧？我退了，已经退了。我这猴太厉害了，应该是。就这样。完事儿了，好逊啊！这什么玩意儿？这个是鞍吗？这都什么呀？攻击200多，这不厉害啊。我看一下啊，那我是不是得扔点那个材料啊？从他身上得什么没？我不知道扔啥了。小伙伴说这个叫天神剑，这老破玩意儿啊，不厉害，攻击力才600多啊，这个300多，这个好一点。这个鞍有几百万的防御力是吗？没感觉退。哦，有个这个，这个是啊，这我扔了这个啊，这属于白拿的了是吧？我扔了啊。OK， 这鞍我也扔了啊，因为这个空气老想看看我这个地狱猴到底厉不厉害，就拿了个 boss。还掉啥了？这什么玩意儿？扔了啊，靴子扔了吧，那扔了吧，这扔了，值钱的咱都不要了啊，全扔了。这什么玩意儿？不知道，扔了。我的意思吧，别这么翻东西拿是吧？扔。翻那个 boss 这么打的我就没有意思了。那个白色的能驯服？哪有白色的？在哪儿呢？还有个蓝色的灵魂，蓝色的灵魂我不认识啊，哪个字哪个我不知道，差不多得了。这个给扔了吧呢？没有了吧？你扔了，我扔了，他刷出来我给打死的啊！你试一下天神剑，天神剑，那我试一下吧。不是，他是我刷出来的 boss， 我给打死的呀，那我还拿那装备，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天神剑，我看一下啊，啥天神剑呢？有一个狙击步枪呢，还有鞋子，我找不着了，好搁这儿呢。哎呀，我这全捡回来了又。天神剑是什么玩意儿？这个啊，哎呀，我得重扔一把，安扔了。这个好吗？狙击步枪，我扔了吧，管好不好啊？我这些都扔了啊，这毛是干啥的我也不知道，我扔了扔了。躲开，我是有天神剑的人。还有什么？这个衣服，哎呀，我有点不愿意这么玩是吧？白拿东西一下就没意思了。还有啥？这个，这个白的可以什么造恐龙啊？别造了吧。还有什么灵魂吗？没拿吧。我天神剑我看一下啊。哎，你看啊，他是谁的啊？你驯服了他是谁啊？你都白拿多少东西了？没有，我拿几个了？狙击步枪是你的，这谁呀？这是，他是谁呀？死去你！那个狙击步枪是我自己的，哎呀，我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！天神剑我也不要了，扔了吧，这剑恶丑，扔了吧，扔了吧，扔啊！我要给他扔了，对，不要。没啥意思，我看看啊，没了吧？没有了吧？行，我走了啊，我带我的猴溜达去呢。你就一个狙，你还说不要了？不要了，我带着猴溜达去，我炸。那我就往那个雪山那边去了啊，我带着小猴是吧？我炸，枪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谁让我作弊开的 boss 呢？他掉的装备我不知道哪是哪个，我都给扔了吧。就算现在啥也没有，你有一个猴子已经无敌了。这猴也是我辛辛苦苦训的，是强训的，对不对？你走的是方，我看一下啊，雪山在哪儿呢？我去，我走错了，往这方向走的。走吧走吧走吧，咪！这个猴，你干啥？30万的攻击力，
我感觉我好自由啊。下班了，这猴打终极的 boss 跟刮痧似的，真假的，我炸死你。这个猴可是我给放倒训的啊，咱们只是赔了点东西换的那个换的饲料而已，那个白拿东西能一样吗？我走。哎呦我的妈，我的天啊，每秒100万的燃烧伤害是吗？那什么玩意儿？就别掏我屁股啊！个人劲儿，你什么玩意儿？来对轰来！哇，这场面，一个字儿太帅了！他掉点啥嘛呀？炸死你！哎，这边我一记，他这个散射炮弹是跟踪的吗？不是吧？这个小罐子，哎，小罐子打不着我。OK， 什么呀？哦，翼龙被戳了，然后就起锅烧油了，是吧？哇、哦，这猴真帅！这里边啥呀？金属墙。新尾兽的啊，神经病啊！我得往哪儿走啊？下面那还有什么材料没有？火焰，这个是新手模式，我不知道。哎呀，我能玩成这样，我就挺高兴了。哎、呀，我听到爆炸的声音，我怎么这么不屑呢？谁跟我俩叫嚣呢？我整死你！哎呀哈，啥也看不着。我去！谁搁那炸呢？精灵迅猛龙成亲怎么欺负我的？精灵迅猛龙害得我都回不了家，搁这炸呢？谁呀？这么嚣张？哎呦我的妈，这是踏平森林的好方法的。最终有一个60亿的血量，火焰你觉得能打得过吗？我管他那事儿。1500的伤害是个什么鬼呀、啊、还有爆炸的吗？没有，我走了，我得上雪山就玩去了。世界的都不一定能打得过啊，你们太瞧不起我这猴了。我这猴都满级了都，还不行吗？我看雪山在哪儿啊？雪山是那个方向，对，我就往这走呗。OK， 走，小猴，喂，阻挡事业，凿石，炸！这个痛快，冒烟又不太好。我炸！给我扫平前路！硬刚的话，三界的打不过，我闲着我硬刚啊！我跟你打会儿，跑一会儿。可以了吗？完了，这猴都满级了，我都没啥给他加的了。我包满没满呢？肉，我看一下肉。那个 boss 的血有挺多呀，38个也不太多。这是 boss 的皮吗？这啥呀？还有破手枪，谁要这玩意儿？给我来点有用的呗，什么子弹呐、啊、啥的。精灵迅猛龙的爪子，垃圾。没了吗？这什么玩意儿？回血药有一点啊。哎呀，有个长经验的啊，长经验给他长没用了。哎呀，皮。那就是吧，咱就溜达溜达吧呢。小伙伴们，刚才我拿那个天神剑呐，打了一下我的猴，然后出来的那个像异特龙啊，是霸王龙的东西，那是不是天神剑给刷出来的？我炸死你！我去！
全是烟儿，是天神剑刷出来的是吧？啊，黑珍珠，我得往哪个方向走啊？我怎么感觉快到了呢？雪山呢？你在哪儿呢？这个方向。哎呀，这什么玩意儿？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好，这也是长经验的吧？可是猴不用长经验的。这什么呀？哦，你来自一个外太空，它的名字叫火星。编不下去了，好炸，啥看不着。哦，这个痛快呀、啊！哎呦我的妈！那我走了啊。喂，他没有摔伤吧？被我猴摔死了。喂，啊，我来啦！炸死你！哇，这范围好大呀！我溜达吧。你什么玩意儿？干巴了都。这个满级了，拿另外一个猴，应该，咱们不是来找那什么来了吗？找那有机聚合物来了吗？小伙伴们，我那个什么，我现在干嘛？肉，我不得做那个什么吗？哎呀，我材料没带吧？什么垃圾这么多呀？这个垃圾为什么给我捡呢？哎呦我的妈！这占包劲儿的。企鹅那个在哪儿来的？还用做传送器吗？你们干啥呢？打呀！哎呦，他爆死了！对，扔啊，快扔，炸他去！我这家伙挺烈啊，什么玩意儿这是？欧美家的龙，别叫唤，都玩的高兴呢。我弄点聚合物，我回去做个传送器不就完了吗？我炸！你我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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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有没有啊？自从我能炸了以后，我都不知道我弄死的是什么东西。我不冷吗？我是不是因为穿这个装备的事儿，小伙伴们？黑包了，我是不是穿这个的事儿？我怎么不冷呢？肉扔了吧，正常我到这了应该显示冷了，已经一点也不冷。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去死去！没死，死了，被打败了，啥玩意儿被打败了？你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他有包没？他应该给点东西，你怎么感觉？哎呀，黑血哦，他掉的是黑血，黑血是做那个好的饲料的材料，还有武器啊，这个他也吃不了了。我现在应该是冷啊，也不冷啊，那我就往那儿走了啊。我记得企鹅是那边吧？嘿，跳的挺远的，其实他搁水里边游的可不怎么快啊。哎，我炸了。都上不了跟前来，哇！哎，都是肉是不是啊？我现在捡什么了我都不知道，现在生灵涂炭呢，我的。好吧，好吧，带着猴上雪山玩一玩也是不错的，是吧？可以。